我们一共点了十几种吃的，我负责任的告诉你，一般人试不下来这一轮。现在我们可以正式开始吃饭了，没点的再来一轮。玉玉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阿拉。哎，大哥，这里是海口，用海南话怎么说？哪里啊？这里是海口，用海口话怎么说？这里是海口啊，这里还好，这里还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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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海口。哦，谢谢。谢谢，这里是海豪，海豪第一顿老爸茶带的 T， Let's go。 你看我现在身边那些电瓶车，最怕听到的话是什么？前面有抓车。在一个小巷子里，好多人呢，非常的热闹。怎么点，帅哥？在这里每一样来一个。你们人很多吗？我们五个人吧。或者你推荐那个？我推荐吗？对，你是老板吗？我老板仔，不是老板，富二代。那就我把招牌给你上了。招牌都给我。今年多大年纪？17。有没有女朋友？没有。你有几台法拉利啊？没有钱啊。吃完了？吃完了。要上电视吗？可以上电视吗？可以上。我是海南乌拉拉。谢谢。这明明是老爸茶，是一个非常闲适的一项喝茶运动，被我们硬生生的搞成了干饭。Hello，我们是咸阳的。是咸阳的烩通面。来干饭，西多士了解一下，其实就是面包，外面裹的蛋液炸了一下。嗯，好脆，招牌大包，哇，包子里面有个煮鸡蛋。现在是下午的4点，下午茶吃这个。好脆，这个叫无所谓，很重要吗？知道它的名字。嗯，好吃，特别是吃到这个饼的脆边，贼爽。听一下声音，来个肉啊，这个比较多出现在广东的茶点里面。嗯，这个是一个炸鸡翅，选用的是鸡的整翅，很多人点。好吃，这个吃起来要比它的卖相好吃的多，不知道该不该说，吃出了 KFC 的感觉。女刀真的老领了，肉丸三拼。这长得好像寿司，非常 normal。有可能过年我吃我妈炸的丸子吃多了，对丸子没有太大感觉。这个长得特别像烧麦，它可以蒸肚，吃起来有嚼劲，味道有层次。一开始先是黑胡椒，有点刺激，然后越嚼香甜就出来了。它可以鱼肚了解一下，上面浇的是那个甜辣酱，应该是。嗯，很有嚼劲，跟我 QQ 喝糖吧一样的。这啥不重要，中间这个有点像炸的一些蒜蓉还是花生蓉一样的东西，试一下。嗯，好吃，这个东西长得很像河南的菜饺，又像法国的可颂，中间夹着这啥馅儿我也吃不出来。美食博主能吃不出来这样吗？我必须把它吃出来。椰蓉，不是椰蓉，山号是吧？后面人都说是。好吃，试一下他家柠檬茶。哇，太爽！一定要加冰，超多冰，看上去特别像青团。这个中间就是炸的那个椰蓉，还可以，又是一个面包，中间是有馅儿的。嗯，你好，你是乌拉拉吗？哎，你好，我是。可以和赵静吗？可以啊。哎，你能告诉我这里面加的是什么吗？这是流心，我也不知道。啊，你也不知道？你不液吗？别液。啊，不是，我说你不液吗？不液。好，谢谢。本地的朋友也不知道中间加的是什么，这我就放心了。我现在已经尝了一轮了，我们一共点了十几种吃的，我负责任的告诉你，一般人试不下来这一轮。现在我们可以正式开始吃饭了，没点的再来一轮。这个就是老爸茶的奥义所在，是本地的一种红茶。今日最佳，这个杯子里的茶喝完之后呢，要用壶续上。好喝，很多朋友可能不懂，这个一喝你就能喝出来，正儿八经的正山小种。正山小种懂吗？不懂。就是山的正面，一小块一小块种，它不是大面积的茶园，所以茶叶就相对于来讲比较珍贵，对吗？正山小种，真的，我瞎说的。这是啥？这个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个叫乱翔素。好可以。这是啥？看着特别像一个芒果，韭菜肉丝粉条，越吃越离谱了。现在已经快5点，正好我们就把下午饭一起吃了，点了一个海鲜面，面条子呢应该是伊面，上面有些嘎，我也不知道叫什么虾，菜叶子，还有一些瘦肉，看上去很清淡，还可以，咸淡合适，然后还有白胡椒的味道。这个虾的颜色好红啊，啊，里面也是红的，我们就暂且叫它红虾吧，红虾好吃的。特别爽，好
好的，我们接着消费，334。我知道很多海南的朋友会说这个价格很离谱，主要咱吃的太多了。你看人家隔壁阿公阿婆真的是来喝茶的，就一壶茶随便砸吧点东西，真花不了多钱，一个人可能就10来块钱。但我们这不一样，我们这纯纯干饭人。今儿这个老爸茶呢，吃的非常棒，非常舒服，最重要是吃饱了。口味呢就咸甜搭配，形式中西合璧。今儿吃这很多东西，我都不知道它叫什么，但真的不影响它好吃。自古以来，中国就有玩在三亚，食在海口的美誉。今儿这第一顿吃完，我就深有感触。来海口玩的朋友，记得带你老爸来喝茶。海口的朋友，如果有什么想推荐的，麻烦评论区留言，谢谢大家。好的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哎，我四五了，你是本地人吗？对，我是海南。那我想问一下，老爸茶为什么要叫老爸茶？这个。